要不我还是撤吧，多美好的夜晚呢。喂，现在刚从医院出来，你能不能过来一下？那你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一醒就在医院，要用不少钱，10万。十完了，我帮你想办法。喂，老齐啊。10万，有点生活费。那算了吧。喂，老公啊，最近提了辆大奔呢。嗨，这都小事，怎么了？借了点钱。要不要打呀？不行不行不行。嗯。喂，老板。打我电话什么事儿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给你发位置，来找我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行，好嘞。哎，你来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是什么怎么了？你着急忙慌把我叫过来，你不是有事儿吗？也没什么事儿。哎呀，你快说吧，你都写在脸上了。我就是想借点钱。嗨，我当多大事儿呢？用多少？我算了。啊？能？我走。那个，老板，你都不问我干什么的吗？我需要问吗？啊，哦。对了，啊、刚才看你在门口垂头丧气的，我操，这是那个，这是，不是，那个但是老板，我今天还有事要处理一下，你看那个，改天处理不行吗？哎呀，不行，今天我是真的，哎，不行。那个这样，你先去这儿等我，完了我处理完了我就去找你，行吧？行，403哈。啊，行。妮妮，富福，哎，这给你，你先去。这么短时间上哪弄了这老些钱呢？哎，你先别管了。你先去把钱交上，完了一会儿再说，快去吧。嗯。怎么跟老板说呀？